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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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喂，你走路超晃的哎，需要我扶你吗？不用啦，我没有醉，我真的没有醉。哎，算了。哎，老哥，你看那边啊。哇 ，Seven 外的那两个人看起来好凶哦。跟你说，我大学原本要考医学系的。你这种人会想当医生？但是成绩太烂，后来没有考上。我之所以啊会想当医生，就是为了要帮那群人开刀啦。你讲得太大声了啦！他们听到你说的话，走过来了啦。啊，不然度假鞋的工厂小。对不起啦，我表弟喝醉了，在胡说八道，他是无心的啦。对不起啦。哦，恁两个卖照，拢给他蛋嘞。你是白痴吗？干嘛没事乱惹他们啦？他们是要买水果刀来通知我们吗？来，这矿泉水好饮呐，好盖也卖饮下嘴。哇，他人也太好了吧！好险，不是遇到真的坏人，不然的话，我不要喝你们这种人的水。你够了哦！